更换水箱，更换水箱，换什么水箱呢？就是蹲坑的水箱，是一个厂里的啊。看见没有？我带来多少工具？哎，这个不对，这个那个不对。这是呢大的型号，都跟他旧的就不对的啊。前一个师傅呢已经来过了，他说要敲这个瓷砖，把这个装进去，看见，看见，他这个地方呢坏了，哎，就这个东西坏了。哎，就这个东西要敲瓷砖，前一个师傅在厂里不同意敲，一敲就跟着瓷砖不同意啊，这个麻烦。哎，看见我弄好了，嘿嘿，那采取什么方法呢？嘿，这个还是个技术，我不方便多说啊。哎，这个一般的人呢还真的不会弄这个东西。看见，这是一个五菱的管子，就代替他这一节啊，就这一节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是永远的老虎的，就是房子到以后下面换。看见这个往上一插，拿，哎，保利生态袋用上一插不就好了吗？称为什么五菱的管子，这很简单的事情，他们不会弄。嘿，我这个老师傅可以啊，待会呢把这个给它装上去。看见，看见，看见这个螺丝啊，这个是定位的，看见没有？我这个是白修钢的螺丝，十年二十年不会坏。那看见它原先的什么螺丝啊，修的一塌糊涂，一弄就坏了啊。好，这是扣子，我们装好。我们这一款水箱是好的水箱啊，厂里还要求我们拍照拿一个厂家的，然后才跟你啊。好，这一单完成。